咁我今次咧所講嘅呢個咧係輕鬆得勝，係一個咧係神俾我一個教導。OK 先嚇，係我一個神俾我教導，就係咧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咧，我咧就有一次我當我其實當我經歷聖靈之後，就隨時隨地即時可以經歷到神嘅能力同埋喜樂。喺初經歷嘅時候，好似電流咁，神嘅愛充滿我心，咁我心就好感激神，即係話神啊可以同你咁近。我記得有一日我喺度呼求主耶穌，我一個嗰啲能力即刻流過我身體，咁我哇乜咁好嘅，而家祈禱即刻有反應，咁我再一次主耶穌又係一樣，咁我由嗰晚咧我就不停咁做，並且我要保持。咁之後咧我就到今日為止我都一樣，因為我一經歷神咧我就覺得係好寶貴，同埋後來我經歷喜樂啦，一祈禱就有喜樂，咁我就哇嗰晚咧我不斷咁做，因為我要 keep 住，第二日我又不停咁做。當我咁樣做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隨時隨地，我就算搭緊車，就算嗱，我唔係一定要笑出嚟喎。我一諗耶穌咧，已經全身感受神嘅同在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禮物，好想分享俾人聽。有一日，我喺個電話中同一個人分享啊，關於我經歷聖靈，但係呢個人係好唔中意，甚至佢發嬲，因為佢接受唔到。咁佢發嬲，跟住我收線，收線之後咧，我就祈禱啦，點知發覺個靈唔通啊！祈禱嘅時候，即係嗰種喜樂唔係咁嚟到，咁我就話要處理，咁我就打電話俾佢，跟住我就同佢講：如果我令到你有唔開心嘅，請你原諒我。其實我冇做錯嘢，我只係分享，但係因為佢接受唔到，但係我都話：如果我令你唔開心，請你原諒我。咁佢咧就一樣係嬲，但係咧。當我分享完，即係講完之後，我心就鬆啦，因為我覺得唔係我嘅責任啦，我已經放手啦。跟住我收線，我祈禱咧就輕省啦。咁呢一件事令到我有一個好大嘅啟發，就係話咧，如果我有任何嘅問題冇處理嘅話咧，我嘅心就會好唔開心，或者人嘅問題，或者任何問題。咁我就開始任何嘅負面嘅影響，任何唔開心，任何重擔，任何人嘅問題，即係盡快處理啊！最好咧就一秒鐘處理，或者幾秒鐘處理，就唔好留喺個心裏面好耐。咁我就一路逐漸咁去發揮，喺1998年到而家咧，我初頭冇呢個整個系統嘅，係我喺2012年咧就將呢個系統寫出嚟。咁我而家仲係修改中嘅，就有十點嘅。咁呢十點咧就講俾你聽，我哋點樣可以活在神嘅愛中，活在神嘅計劃，同埋咧處理生命同埋發揮生命。不受任何人影響，不受任何嘢影響，咁我係真係即係實行出嚟嘅。我曾經好多人對我講負面嘅説話，我即時處理，即時輕省嘅。咁我想講係可以嘅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會學習並且應用啊，同埋你翻嚟會分享翻講翻，你能唔能應用到出嚟？好啦，約翰福音10章10節，耶穌講到我嚟係叫羊得生命，並且得啲更豐盛。但係點解咁多人？不是那麼豐盛呢，耶穌叫我們很豐盛的，即是可以好像天上的聖徒那麼喜樂，但是為什麼那麼多人不是那麼豐盛呢？即是為什麼那麼多人有問題呢？就因為沒有處理內心的問題，沒有處理內心的情緒啊、人的問題啊、自己內心的捆鎖，就引致我們不能夠釋放。那在輕鬆得勝呢有三個部分的，我想請大家一起讀在這裡，第一個部分活在神的愛和奇妙計劃之中，即是話我哋時時活在呢、這個有回音教細聲少少，活在神的愛，享受神的愛，深信神，因為生命有計劃。第二咧就係處理生命中所有嘅問題，咩問題都處理，無論幾細都要處理。丙一齊讀啊，結滿聖靈的果子和發揮生命，因為呢個係人生神俾我嘅目的，就係話發揮。能夠活得好似天上的聖徒咁喜樂，充滿聖靈的果子，然後咧充滿侍奉的果子啦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，呢、这個就係基本上有三個部分，但係裏面有十點嘅。咁我哋今次咧就只係睇第一點先嘅啫。Okay, 第一點，活在神嘅愛同埋計劃之中有甲嘅部分，之下咧有三點嘅，我一齊讀呢第一點嚇。深信神極愛我們，很想親近和祝福我們，我們應該不停親近神和享受神極大的愛。其實這是講很多次神很愛我們的，這個是我們很清楚知道的聖經的教導，但是很多人呢不是那麼深深
感受神的爱，或者饱得神的慈爱。圣经讲到呢，叫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，即是饱得，即是说享受充满神的爱，享受神的爱，活在神的爱中。但很多人呢就不是那么能够饱得神的慈爱，咁有好多因素嘅，其中譬如有啲原因就係因為人咧覺得神好遠啊，我感受唔到神啊，覺得咧自己不配啊，覺得神會真係愛我嘅，或者咧我形容一個叫信仰分裂症，即係頭腦就信，但係個心靈就唔係真係信，所以咧唔能夠活在神嘅愛中。呢、这個經文我哋一齊讀啊，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。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歡呼。在這裡講到神的愛是怎樣，是充滿感情的。有些基督徒呢，他們不喜歡用感情來讚美神，甚至有些宗派他們是會反對的，他們不贊成有充滿感情，他們覺得是要理性。那我們其實一樣是支持要理性，不過亦都應該是充滿感情的。為什麼充滿感情呢？因為愛是必然有感情的，即是你愛你的太太丈夫，怎可能你愛得來沒感情的呢？即是沒什麼可能的。而聖經說的神是充滿感情，但有很多基督徒就覺得是主要是理性的信仰，所以他們就對於很感性的反應是有抗拒的。但是聖經是說到連神都充滿感情，咁我哋冇理由神充滿感情愛我哋，即係話，譬如你同你嘅丈夫妻子，佢咧愛到你，哇，充滿感情，好錫我，你成日掛住佢。但係我一愛佢咧，哇，你係我太太，係我丈夫，我咧會照顧你㗎啦，會俾飯你食㗎啦。我哋日日你都有飯食，冇問題嘅，淨係你食咧，好似唔係好平衡喎，係咪啊？即係神如果咁充滿愛，咁佢嘅形容點咧？神因為我哋歡欣喜樂。開心到哇！神喜樂嘅，歡欣喜樂，好開心嘅呢樣嘢咧，我哋有時唔係咁深深相信嘅。覺得神咧，有時有啲人咧覺得神係一個校長，即係以前小學嗰啲校長咧，好惡嗰啲咧。神咧，你冇做乜啊？你唔聽話，我要罰你。即係有啲人咧，佢成日都諗到神罰佢喎。但當然神係有講到，聖經有講到懲罰，不過聖經係講更多神嘅愛。對以色列人，神雖然有講到佢嘅懲罰，但係跟住即刻就轉過嚟，又講到佢嘅愛。你翻嚟啦，翻嚟啦，何必死亡呢？即係講到神嘅愛，佢係好中意我哋嘅，而且默然愛我哋啊。其實呢個經文你慢慢去諗，大家當中有啲可能經歷過戀愛，但係你希望未經歷過戀愛唔好介意，或者你唔係經歷戀愛，或者你經歷你爸爸媽媽愛你錫你，或者你個朋友中意你，或者你小朋友嘅時候，哇！係嗰個小同學見到你，好開心啊咁啊，咁你都會好滿足嘅。我相信多數人都會有經歷過某程度嘅愛嘅，即係你想像有一個人，你唔係好知道佢愛你嘅，你唔知道，不過你都幾中意呢個人。譬如你有個同學，或者神為你預備一個異性啊，即係你個基督徒信主嘅，佢又好中意你，你唔知喎，初來你即係你中意佢啫，你唔知道。但有一日發現來呢、這個人係愛緊你嘅咁，佢默默地愛緊你嘅。我相信當你發現嘅時候，你會好開心。當你發現你嘅同學或者朋友，原來佢都係好睇重你嘅，好中意你嘅，我哋會哇，原來呢個人都係愛我哋，我哋會個心裏面好感動。但係呢個天地萬物嘅主宰居然喺度愛緊我哋，所以我哋嘅心要學去領受呢樣嘢。你想象，如果有一個你好中意嘅人，你唔知佢愛你，但係咧原來佢喺度蹦喺個門口，喺度望住你，一路中意你，愛你，哇！即係有時佢眼定定咁望住你嚇，即係我唔係鼓勵你咁做，譬如即係揾個形容啫，佢眼定望住你，咁你會覺得好感動，或者有一日你發現你嘅丈夫太太哇眼定定望住你，咁我又感謝神啊，神俾我太太啦，我希望我講嘅時候唔會令到有啲人唔舒服嚇。佢成日瞓覺咧，佢就望住我瞓覺，佢望住我。咁我話你快啲瞓啦，聽朝要快啲起身。你好，佢話肯唔可以俾我望到望夠我瞓，即係唔係望夠人，我望一輪我先瞓覺啦。佢真係咁咧，咁我即係我成日同佢講笑嘅，我話你今晚要練習黑眼瞓覺啦，你唔好練習開眼瞓覺啦。佢即係佢真係對我係好大愛，我亦都好欣賞，我又對佢好大愛。咁我想講，神如果咁大嘅愛，我哋應唔應該心裏面時時飽得佢嘅慈愛，
好深信佢真係好錫我哋嘅。當我哋深信嘅時候，我講俾你聽，我成日都係點咯？啊，神你真係愛緊我。我一諗到神，我唔使去諗十個原因神愛緊我，因為我已經好清楚肯定聖經教導神係愛我，並且我已經歷到神嘅作為，經歷到神嘅愛，經歷到神點樣祝福人。我亦都睇到好多樣嘢神喺我身上嘅作為，所以我心裏面係好深信神係愛緊我嘅。所以我一諗到神，我一祈禱咧，我唔會話要 warm up 嘅。真係好祈禱，主啊，你咁愛我，根本我已經深信啦。咁我希望大家能夠深深嘅相信。嗱，有啲咩地方我哋可以睇到神？我睇下先啊，我睇喺呢度，係啦。點解我會講嘅嚇？講翻呢度先啊，默然安慰，且我哋喜樂而歡呼。你有冇朋友見到你就歡呼啊？啊，好開心見到你啊！可能會有，但唔多，係咪？即係如果你有係好嘅。如果你有朋友或者你家人一見到你好開心，你會覺得好滿足。但係天地萬物嘅神，佢係掌管一切嘅福氣，掌管我哋嘅生命嘅神，居然佢喺度因我哋喜樂而歡呼。所以我每一次祈禱咧，我話俾你聽點樣樣嘅咧，我係咁啊，知道你愛我，我直情我係深信啊，我唔係要話。神啊，你愛我啦！我唔使要求神愛我，我知道神今日無條件愛緊我，所以我話神啊，我知道你愛緊我，你喺度歡呼緊，感謝耶穌啊！你都嚟，所以我喺祈禱嘅時候，我係有信心嘅，有信心祈禱係真係咧大有能力，你真係會經歷到神嘅同在，經歷到神嘅幫助，係好真實經歷到嘅，係隨時隨地有力量嘅，係隨時隨地咧，好深信。我哋是被愛，我哋是重要，是寶貴的，我哋的生命是寶貴到不得了，即是好像你想像你是一個皇帝的女或者仔，如果你是一個皇帝的女或者仔，你是會對自己會很有信心的，通常來說即是你感受到這個皇帝愛你，他一定為你預備你需要的東西，你前面的路你不用擔心，因為你的父王一定會給你，而我們的阿爸父就是那麼愛我們，他是天地萬物的主，萬物的王，所以他的愛是很大的。我希望大家呢，這個要天天去做的，即是說天天都相信神的愛，天天去感受神的愛，天天活在神的愛中，也都在神的愛中運作，這樣的時候呢，我們的心就會深深感受，什麼困難都不要緊，這個是輕鬆得勝的最重要的基礎，就是活在神的愛中，我們就能夠輕省的。好了，第二個經文啊，神永恆的服侍，詩篇139篇第五節，我一起讀下。你在我前頭環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這個經文我看到有很深刻的印象，這個講到神在我們前後環繞我們，圍著我們，按手在我們身上。其實呢，我都鼓勵大家，當你聽我講的時候呢， 我鼓勵你用你的耳朵啦，你都用你的眼喎，咁你用你眼嘅時候咧，我鼓勵你，你留意一下我點樣享受神，即係我講嘅時候我係享受緊嘅，讓你都能夠深深記得我點樣享受神，你就學習點樣享受神，活在神嘅愛中。你想聖靈充滿，你係活在神嘅愛中，你就好容易聖靈充滿。如果成日覺得神啊，你喺邊度啊，神啊？求你啦，我好慘啊！唔該你快啲嚟啦！你幾時嚟啊？會唔會唔記得咗我咧？太遲啊！或者我太衰咗，你唔記得咗我咧？你都係唔係咁中意我？有時好多基督徒都有呢啲咁嘅嘢。但係我好深信，就算我哋做錯事，其實神見到個基督徒都有做錯事，所以唔出奇嘅。唔好話哎呀，我做錯事，所以神咧唔錫我。其實神好錫我哋，錫到窿曬嘅，真係錫到窿曬。我哋就深信神，你真係好錫我。雖然我做錯事，最緊要係悔改認罪，求耶穌赦免。離開啲罪，神就一定佢嘅恩典跟住我哋，所以唔好話哎呀，我唔夠恩賜，我唔夠能力，我唔夠智慧，我樣條件都唔夠，唔緊要嘅，神唔睇呢啲嘅，神係睇我哋嘅心願意俾神用，佢就好樂意祝福我哋。因為嗰個神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，其實我哋不配嘅。中國古代有妹仔，妹仔係點嘅咧？個主人去邊度，佢就跟住去邊度。我亦都見過嗰啲皇帝啲電影啊，哇！佢一入個房，哇！啲人全部趴低曬，即係佢做緊咩嘢都好啦。皇帝入嚟，全部趴低曬，
即刻咧就喺個皇帝面前下跪嘅，即係佢哋會咁樣服侍嗰個王，因為佢係王。中國古代嗰啲妹仔亦都係時時咧個主人話乜，即刻就咁聲趕去，唔敢啊，因為如果你唔敢唔聽話，如果唔聽話，你可能要罰。但我哋想像神，我哋創造天地嘅神，佢係萬王之王，佢係掌管呢個世界嘅王，佢係超乎一切所有世界上嘅王嘅。有時我哋大家會有見過一啲好有權勢嘅人，你發覺啲人哇恐懼恐得好緊要喎，哇係呢個有權勢嘅人一入嚟咧，哇個個哇另眼相看嘅，對佢啲態度咧係好到超級嘅，對人可能唔係咁，但係見到呢個人咧係。哇！咩重要人物啦？譬如李嘉誠咁啊，我相信啲人個個爭住同佢握手，同佢傾偈啊咁啊。即係佢出現，我未曾見，即係我未曾係親眼喺佢同佢一齊過啊。但係我想象咧，嗰啲人咧係冇人會啊，即係對佢怠慢嘅，即係唔會話係唔睬你啊。佢講咩唔理佢，即係唔會係咁樣樣。點解咧？因為人睇重佢個身份，但係想象神創造天地嘅存在，居然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服侍我哋，比妹仔咁強烈啊！因為妹仔都唔會廿四小時噶嘛，妹仔都唔會全心啊！啲妹仔周小啊，冇搞錯，成日都係我服侍你，真係好唔平等！我生出嚟妹仔，你係生出嚟係主人，我成日都要服侍你，又要俾你打，又俾你鬧。嗰啲妹仔，我相信佢俾佢鬧完，佢唔會喺度好鋸咯。係啊，係啊，你鬧得啱啊！我係妹仔，應該俾你鬧嘅，會唔會咁啊？唔會嘅，即係妹仔都會有時話：點解我話身份係做妹仔，點解你又做主呢？咁？總有啲咁樣嘅怨意嘅，但係我哋嘅神嘅服侍，我哋係永遠冇埋怨，而且係日日夜夜，並且係冇休息嘅。嗱，咁你話何以見得佢服侍我哋咧？好簡單，你經歷過聖靈好容易，你一祈禱啦，哈利路亞，咁你就即刻感受到神嘅同在。佢唔會遲到嘅喎，當你嘅靈開放，你係即時會經歷到神嘅同在，即係話佢根本就喺我哋前後，一開放嘅心。神只係祝福，我形容咧神充滿我哋好似空氣充滿我哋，喺我哋周圍一打開嘅心，神就臨在啦。並且我哋經歷過好多次神嘅幫助，我相信大家都經歷過。譬如我自己信主嘅時候，我真係好多人嘅安排，然後咧即係樣樣嘢夾到最好，然後喺個情況之下，逐步逐步嘅帶領我信耶穌。我相信大家都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，咁即係都睇到神嘅安排。我的心就話神咧感動某啲人點幫我，呢、這個情況點樣幫我，又感動其他人點樣跟進我，真係好多人夾埋。有冇諗到神就係用咁多心思計劃嚟到成就佢計劃？個心會唔會覺得有啲感動啊？神真係好好，我希望你係因為神嘅作為感動。我係真係成日都感動㗎，我見到乜嘢我都覺得神好好嘅。神會做聲音，感謝神。神做我啲聲音又其實係靚喎，基本上人嘅聲音靚，雖然有啲人。即係佢哋嗌得多啲聲音會沙啞，但係咧人嘅聲音聽得係舒服嘅。有時我見咧動物片，我中意睇，有時睇啲動物電影嘅，有時咁我咧見到嗰啲獅子咧，嗰、那個 B B 變咗咧，獅子係好惡，但係嗌嗰啲 B B 嗰時咧，佢嗰種嗌法我嘗試模仿啊，係咁成晚嗌嘅喎。等嗰只獅子仔翻嚟，即係佢都會有呢種嘅對佢嘅子女嘅愛，呢個係神放喺佢心裏面。當我睇到嘅時候，我就會感到我哋嘅神將呢種愛放喺我裏面。所以我鼓勵大家活在神嘅愛中。既然神愛我哋，何必要活在痛苦之中呢？嗱，我用個例子，可能大家都會見過嘅情況，有啲好自卑嘅人同一個人結婚，跟住話。其實我咁自卑，你都唔會真係好愛我噶啦。即係佢唔做咩嘅時候，又係你都唔理我噶啦。佢做咩嘢咧，又話：哎呀，你唔知想乜嘢啊！你今日咁對我咁好，即係有啲人好難接受人對我哋嘅愛。我哋求主幫我哋，能夠真係相信神喺度永恆服侍，到天堂神都話：阿你你自己敬拜住啦，我休息下先，我而家要瞓下覺。神係唔會嘅，神係冇停止嘅時候，24/7都係咁樣幫助。一個好恩典，咁我哋點樣感受同經歷神嘅愛呢？有五點嘅。第一，從萬物睇到神嘅愛，你食啲乜嘢感謝神，神做呢樣嘢設計得好靚啊！嗱，啲食物其實好靚嘅喎，樣都好靚喎，好靚又好食，
又有營養，又俾我哋力量，有醫治嘅功能喎。自然嘅食物係有醫治嘅功能嘅。咁你睇到萬物，哇！花草樹木咁靚，花草樹木咁靚，感謝神，神嘅愛充滿萬物。父母嘅愛，感謝神。動物都有父母的愛，感謝神。我睇嗰啲鱷魚，佢擔嗰啲鱷魚仔，個鱷魚媽媽擔佢去個水嗰度，哇！嗰啲牙尖到不得了。哇！佢擔嗰啲鱷魚仔，我真係擔心佢一用力個頭一吉吉咗落嗰啲鱷魚身嗰度，睇冇個食。佢要擺一扎啊鱷魚仔個口度，跟住攞水嗰度放低，跟住又翻轉頭，真係好奇妙嘅。神真係創造係非常之充滿愛嘅萬物。有聖經睇到神愛，聖經充滿聖經嘅應愛嘅應許係好多嘅，但有時我哋唔係咁深信。我哋睇聖經，你如果你覺得好難投入，你就睇慢啲，留心睇一句，深信神嘅愛好過你睇完好多，你都唔知佢講乜嘢。好深信神嘅愛，每一句經文都話：啊，你一個前後環繞我，享受下啊，你一環繞我，按手我身上祝福緊我。咁佢係深信嗰句經文。又先睇落去啦，咁你就深深嘅印象啦。同耶穌嘅救贖，睇到神嘅愛，耶穌唔需要為我死，但佢為我死係好大嘅愛，即係佢為我哋喺十字架上成為咗罪啊，同埋成為咗咒詛，為要救我出嚟罪同埋咒詛與天父分離喺十字架上嘅時候，所以佢話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點解離棄我啊？就因為佢嗰陣時咧係同天父同佢分離，因為神將憤怒放在他身上，為要將在我們身上的憤怒除掉，即是這個神很大的愛。如果一個人為我們死，我們會不會說唉，他死都是扮事的，他為我死是扮給人看的， 他撲出來的車道救我，其實他做給人看的，我們不會這樣說。如果他肯條命來到寫明是有個原因，真的有愛，多親近神，多經歷神愛，你多讚美神，哇，越感謝神，越相信神愛，越容易經歷神的愛的。還有在生活中的幫助，我想大家都很經歷過很多次，有困難的祈禱，耶穌真的為你開路，你就記實，記實。我曾經有三次是有交通，即是可以有交通意外，三次都沒事，是三次是極度極度驚險的，是直情是我直情是想著死的，我是想著死的，但是我發覺不用死，我真的我即刻感謝神，你俾我仍有生命可以侍奉你，感謝神，係一個恩典嚟。我哋喺生活中經歷神嘅恩典，我哋要記神。我曾經有一次拉一個閘，一手指擺落一拉，我以為可以縮翻縮翻，點不知一拉佢就結結住我手指。如果當日我痛咗幾個月，如果當日用力些少，我啲手指已經冇咗，已經唔可以彈琴，已經唔可以彈吉他。我話感謝神，我今日仲有手指。我多謝神，我今天還在這裡，我經常都覺得神很愛我。當我有神的愛，什麼問題都處理的，你什麼煩惱都不要緊，神都有幫我的。但是輕鬆得勝還有九點的，我希望大家活在神的愛中，享受神的愛，這樣我們的心就完全的輕鬆，完全的投入。因為見到動物的叫聲是 很有感情的，有一次我見到個獅子乸咧，佢嗰啲佢啲仔咧冇咗，即係佢揾唔到佢哋，咁佢喺度叫，佢好沉嘅聲，叫咧，即係一路佢好開心，佢會即係佢哋都係好有感情嘅，啲動物好有感情，都係神放喺動物裏面，放喺人嘅裏面。咁其實咧，當我諗到神咁有感情，神咁大嘅愛俾我哋咧。我們真的即是神給我們的感情實在很大，他為我們差耶穌為我們釘死，他又用使用不同的人去帶領我們信耶穌，不同的人幫我們成長，是很大的恩典，並且可以經歷聖靈。在我們當中有經歷聖靈的人是真的是很覺得很甜蜜的。在我來說，我再一次形容，我每一次我想到耶穌，我有什麼感受呢？有什麼經歷呢？即時呢，有喜樂啦，有能力啦，有那種能力為我整個人的，整個人湧流在裡面湧流的，感受到愛啦。當我一想到耶穌的愛，我就很有被愛的感受，感受到火熱啦，感受輕鬆啦，是真的好得無比的，即是
神的性情每一方面我都在里面呢，就 会感受到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多去爱慕神的时候，是真的可以跟神有这个关系。我们想到哇，神你真的美善啊，希望我们都会喜欢神，整天喜欢神呢，自然地我们就会很容易经历到神的作为。好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。